你疯了！那你要栽进去怎么办？相信我，大吉大利，恭喜发财！你看，他们那边好像出事了。 都在往回跑，后面好像有什么在追他们，但是后面什么也没有，他们在脱衣服，拿着，上海。 被火烧，他们可能出现幻觉了。他们所在的冰层下面有一片黑乎乎的区域，我看不清楚。得想个办法把他们拖到核动院去。你在那边接应我，我带着绳子下到冰层上，把他们用绳子拉过去。哎，你疯了？那你要栽进去怎么办？我知道怎么克服幻觉，相信我。大吉大利，恭喜发财。 Ugh!